And these are like over like 40 years I've collected thes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is the holy word, so I'm going to save and dry them. And if they can't be saved, we'll have to burn them. You can't desecrate that. 看到的，它对物质的不舍，我们是对人的不舍。但这么的没有义气，没有义气的，就让它完全呢，都成为秽物。而且现在也其实一大堆的垃圾假如清出去了，里面呐，也是很贪无奈。我们也可以想象，灾祸的狼藉，灾祸的垃圾，灾祸的脏乱，不仅是笨手腐烂的难的境界。 还会滋生蚊虫，同时呢，还会担心传染病，这就会想到了佛陀说：“不净观，不干净，世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干净，我们要观身不净。” 父母给我的身体，我要好好的，生命在，身体在，有生命要利用身体，好好的为人群去付出，身就是载道器，就如一辆车，请求几部车。 你要从此到彼去，一定呢车要开动，它可以运载很多的东西到达那个地方去。我们这个这一辆车，到底呢是要载的垃圾，或者是要载的呢有价值的宝物？我们现在。 已经知道了，宝藏在哪里？我们应该要把握呢。好的，佛陀的教法难得这一生，遇到了佛法，我们要多多的佛法装进了我们的心板里。那佛法要装进心板。 我们要入人群，烦恼即菩提。人群中有烦恼，人群中有苦难，我们不见人间苦，哪能想要解脱苦呢？不见那一堆堆的垃圾，哪能觉悟呢？的确。 现在的休斯顿等待的整理的，有的陆陆续续回去，这样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象，而且呢，也有感人的故事。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警消都要急难救助，但是呢，自己的家损啊。 毁了，顾不得自己的家，他的任务使命要去救人，其中的一个是癌末的病患，但是他也投入啊，还是呢，驾了这样的救生艇，来来回回救了千多人，很令人感动。 我们要如何来应用我们的生命体？所以，我们真正的呢，要觉醒的时刻。昨天呢，这个四性里呢，每一周汇合起来，
听他们呢分组去做看灾。有个刚这飓风第一点接触的那个地区很严重很严重，更令人担心的在休斯顿100多家的医院呐、啊，其中呢是有20多家的医院呐、啊，大小纷纷撤离，有1000多人的这样的重症病患都要移到外面去喽。昨天也听到了记者报火灾。这加州从北到南呐、啊，就是北加南加一条线，都是呢火灾，已经呢1200多人在打火。这一次的美国，让我一直在想到了我们佛经里面呐、啊、在描述的极。做恶事的时刻，这种的劫，好劫一灾难，总是呢这样的大时间里会屡次屡次不断，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因为众生还迷茫不知，造业不断的造业，人口越多，造业越重。想一想。每一天哦，要杀了1000多个的生命体来供应人口，可见呐、啊，在这样的累积，大地上要养多少多少的这种的气候、空气的污染。大地的污染，这个碳的污染，这实在是很严重。所以我们现在要救世，唯有一个办法，人人行善，人人斋戒，不管是不是人人，最起码要把自己的生命体顾好，让我们的心灵要干净，真正的要起悲悯心，绝对绝对不要呢再造业，要推广人人的观念，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看到了纷纷慈济人都在推广茹素，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吉祥业也在宣导，不要烧金纸，不要做杀生普渡，我们要提倡孝道善行善。那每一个国家纷纷都在提倡起来了，菲律宾也是很集中的，我们在那里呢推动，也是大家在为美国也在呢全目，也大家呢来虔诚祈祷。我们菲律宾当时海燕或者是种种的一个灾难的时候全球各地，那美国也是一个点，那也都是很不舍，甚至有很多慈济志工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都有来投入，本土志工也都非常乐意来一起募捐募心募款。Kasi hindi po kasi pag nag-volunteer ka hindi po pera yung pinag-usapan doon, kundi yung lakas mo at yung tiyaga mo lang, yung gusto mo talagang tumulong nang galing sa puso。昨天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中午的祈祷启动，祈祷了，同时呢发挥爱，人人发挥一个瓮啊，也慢慢慢慢的填满了。各位菩萨，不要轻视点滴，也不要以善小而不为，我们真正的要重视。真的
这几天来了，心情啊，真的是都是点点滴滴，很难呢、啊、来描述哈、哦、这种的心情。我们呢看到了现在的世间，想到了佛陀所说话，我们也在讲经呢，慢慢呢也已经呢开始佛陀要讲起了，我们这个本要如何开启。总而言之，大家呢真正的以事会理，要时时多用心啊。